我去，不是吧，媳妇儿，这弄什么什么没有，连个面包都没有了，你这让我开箱了，这箱子也不好吃啊，媳妇儿，我呀，媳妇儿啊，媳妇儿啊。会什么啦？地主家没有余粮啊！喊去行了吗？我不是这个，我有点饿了。吃个屁饭，吃饭喊去行了。不，我你那光喊就能行啊？我那就不得配合这个下酒菜啊？哎呀，不用不用，像你这种嗜酒如命的人，有什么菜、啊？哎，不是这个。酒这个东西吧，酒是健康啊，越喝酒它越有健康，酒是粮食精，它越喝越有啊。啊，酒还是粮食精，它越喝越精啊。啊，酒还是粮食精，它越喝越聪明啊。啊，走饭吧，媳妇儿。没有啊。啊。就是粮食增了呗。啊，我越喝我越精，你喊你也精。行，那你跟酒过吧，让酒给你做饭去啊。别的媳妇儿，哎呀，哎呀，媳妇儿，我这确实有点饿了，要不这么样吧，我给你写个保证书以后，啊，你肯定是因为我老是出去喊酒，最近这段时间，你才不给我做饭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还挺有觉悟嘛。啊。你那我给你写个保证书，你听好行了，我保证跟着保证书上面走。是啊，我能相信你吗？呕了。别说话不算数啊。哎呀，肯定算数，君子一言，四言九鼎。什么四言九鼎？写不还你借了，你保证书给谁啊？哎呀，没问题，等着我，我写完保证书，你给我走饭去。写写保证书再算。啊 ，OK。保证书写好了，你瞅瞅。写好啦。嗯。你给我念念呗。啊，我念。嗯。哈干什么？我清清嗓子。我还是你有意见呢。保证书。嗯。老胡大爷。什么？对。老婆大爷，鉴于我最近的表现的这么差，你对我的批评教育是对的，是正确的。嗯，我强烈的检讨了一下我的行为。强烈的检讨。很强烈。嗯，好。在五月份，一共喝酒60次，平均每天2次。哎呦。三人成清楚哈。喊酒次数频繁，穿场喊酒喊第二场的趋势明显上升。嗯，心里有数就行。与4月份相比，次数增加非常明显。嗯。其中，大 Z 40场，中 Z 15场，微 Z 5场。嗯。其中有28场，我把对方的人吓得全趴下了。哟，挺骄傲啊！必须的，本人为自己全身而退。就这帮战斗力为伍的小渣渣，来多少我能给他吓着多少，不是我和你吹哈。哎。那个全身而退啊。不过这5场VZ 吗？嗯。啊，都是因为你啊，这个要不是你把我酒人都救回来了，我这5场肯定。啊，我的意思是，老婆大人的英明指导之下，我这5场才没醉。嗯。VZ 啊，这个功劳都是俺老婆的，这个。醉酒率啊，确实比这个4月份明显提升，但性还有点自知之明。对，老婆教育的好，
但这个话说回来，我这个人吧，好交五湖四海朋友，和刘德华喝酒，和周杰伦抽烟，和这个罗志祥多那，没事儿，我和罗志祥没有交际。这个，我这个人好交朋友，多个朋友多少道吧。我为了家，也为了能过上好日子。哎呦，你这喝个酒还上升到为了家这个阶层了？我，来，你讲讲来，我好好听听，你哪么为了家？是这么回事啊？你看啊，我这喝酒吧，我肯定是为了家。你说我身边这些朋友，你说不常联系，他不就疏远了？疏远了之后，那谁还帮我，对不对？等万一你哪天想代购个法国的什么啊尔卑斯那个包，谁给你带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要不没人帮我，有些情况还是很例外，要喝还得喝。比如说啊，我反映以下几个情况啊。嗯，自曾经约过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喝酒也不好喝。自还约过，有朋自大远方来，不大喝一场他容易火火，必须得喝到位才尽兴火。嗯，这个吧，朋友来吧，是吧？带下酒吧啊，这个朋友在这儿刷一刷，带下酒吧。朋友来了他带走，接下再带下酒吧，是吧？这个朋友光来我这儿也不行，我还得去朋友那刷，去朋友那刷也带下酒吧，是吧？你看朋友问我带下酒吧，这个朋友生小孩带下酒，朋友二婚不，朋友结婚带下酒啊，当然了，朋友聚会也需要喝呀，是不是？出来的红白喜事带下酒吧，是吧？恁爹来了我得陪着喝点盅啊，不能不把老丈人喝着吧？你看上次给恁爹喝的是不是盅都不行了？第二天回去之后再不敢上咱家来，是吧？你好。是呀，那老丈人回去就那丈母娘狠狠地揍了一顿。那就和我没关系了，但是那是不是和我称兄道弟的走了？嗯，你也快被狠狠地揍一顿了。媳妇儿，我还说完继续听啊。好好好，你说，你继续说。我遇到不开心的事儿、难过的事儿、悲伤的事儿、抑郁的事儿，无人诉说的时候，还得喝。那我呢？你陪我喝。我还得陪你喝啊。对。继续。有人请客得喝吧，你说不喝多不给你面子。嗯。领导请客，公司聚餐得喝吧。嗯。就那几个瘪犊子，平时都不服我，我不得都给他们喝趴下？哎呀，这个别人你看啊。别人请我，是不是？我得请回来吧。那我也得没事请领导、请同事吃个饭吧。礼尚往来，这酒我还得喝，对不对？你然后呢？这个咱家要遇到什么事儿，我求人办事儿也得喝酒。你就说上次，是不是？你开我那个车，你撞到那个护栏上了吧？撞到护栏上翻弹回来掉狗来了吧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掉狗来了？哎呀，在那悠的，哎呀，我光看见露个头。是这事啊，那拖车是不是我找的？你是不是没要我钱？拖车费多少钱？拖车费就得40万块钱。我请人家花了800块钱哈了个球，你没要我钱啊？几少三？可不少三嘛！你给大哥哈了说，那媳妇下次再掉狗来。还找我，然后你再请人家喝800块钱的酒。哎呀，这个求人办事必须得喝酒，对不对？啊，好好好好，那你直接告诉我，你什么事不喝？是吧？就这上面说的，这都是必须要喝的酒。你看看，过过目，你看是不是？什么时候不喝？就这上面没写的，我要喝的话。啊，真的，我要敢喝的话，我先自罚3杯，我吹一瓶也行。好。嗯。那这么样吧，我觉着吧，这个酒真是个好东西啊。
你干什么都敲不了酒，对不对？就是你跟别人沟通的桥梁，对不对？呸，友谊的桥梁，对吧？重要的枢纽啊。啊、嗯，可以。保证书啊，在这留着。这个酒啊，你继续哈。然后吧，以后别再进咱个家门了。滚滚滚滚滚，滚吧。拜了，媳妇儿。咱俩不是还得要二胎吗？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哎，媳妇儿，要二胎。